大家好，我是乐乐爸爸。今天呢，一如既往给大家带够咱们哈尔滨的美食，有这个华梅的大列巴，然后瑞清的烤鹅，老顶峰的光头啊，还有月饼，秋林的红肠，好多啊。今天呢，又是满满的好几篇子。咱哈尔滨玉昌食品又到了，今天买他家买的比较多，干豆腐卷2.5块一个啊。然后今天拿30个干豆腐卷，他家烧鸡是39块钱，这个烧鸡是39一只啊，这个是大一点的59一只。今天还有人要了一斤鸡爪子，鸡爪子多少钱一斤？鸡爪子是啊，这儿呢，鸡爪子是38.8块，爪子给我来一斤。咱们哈肉莲到了，给大家看一看哈肉莲的红肠，有一个大哥要了一个啊，哈肉莲的红肠，红肠37.8块，奋斗的粉肠到了啊，他家的粉肠很好吃，就是小贵，这个是20.08块啊，他家这一根啊大概合27.8一根。咱们东北大煎饼又到了啊，这个煎饼啊8块钱的，现在咱分这个小米的，还有五粮的啊，两种，然后这8块钱的，7块钱的平顶山煎饼，这个是玉米面的，这是7块啊，给我来2个玉米面的，然后一个五粮的，一个小米的。再给大家看一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泡菜啊，也是咱们这个咸菜，就是咱们现在装好的这个，就是辣白菜切好的啊，装的这个就是切好的辣白菜，这是10块钱一斤，然后还分这个不切的，这是萝卜块啊，12.8块，还有这个条的萝卜条，这都是12.8块的。咱这个萝卜干啊，给这个给他拿2种，让他都尝一尝，都是一个价。咱东北的这个干豆腐啊，特别好吃，因为它这个原材料大豆就非常好，生产在黑土地的大豆做出来特别香。给我来2斤呗，2斤干豆腐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。这个你卷大葱啊，还是蘸酱啊，做这个尖椒干豆腐特别香啊，和咱们这个外地的干豆腐绝对不一样。然后干豆腐是8块钱一斤啊，8块钱。咱们传统的这个蛋糕店到了啊，给大家买月饼，给大家看一看他家的月饼，就是那种老式做法。你要是吃，绝对能吃出来咱当年的那个感觉。他这个月饼哎，软酥还非常好吃啊，不错，就是对得起他这个价钱。他这是4块钱一块啊，分很多口味啊，给大家看一眼，而且干净。他家这个都是现烤现做，还有这个无水蛋糕。无水蛋糕咋卖啊？无水蛋糕7.9块一斤啊！今天无水蛋糕给我来2斤，咱月饼给我来60块啊！我现在进到它这个里面了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都是现烤的。现在就是跟大家说话的时候，都是有热气啊，非常好啊，这个都是现出炉的。看一看，纯纯的老式月饼，咱们现在就给大家开始装了。等了30多分钟啊，他家这个都是新烤现做的啊，非常好，就是说这个软酥软酥的，它这里的馅儿啊也非常十足。绝对得起这个价钱。月饼节要到了，现在咱这个月饼啊，谁家卖的都非常好。哈尔滨的智勇烧饼啊是非常有名气的啊，就是这个吃的特别香。你看看刚出来啊，刚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眼，他家这个烧饼卖1.5块，哎，就抢。别人家那烧饼卖1块还没人要，你看看见智勇烧饼1.5块一个，这个分糖的和咸的啊，这都是刚出来的，看一看，现在已经给咱装好了。紧接着你看看，就是说咱本地啊都买的非常多啊，阿姨就是说这就也买10个，咱这个智勇烧饼还是非常认的，大家非常认可的。这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，内蒙古。咱们这个牛肉是原味的，这个口感非常好，这个反馈也好。咱们今天呢又给这个各位带了4.5斤啊，这个特价的这个牛肉，牛肉干是138，这都是特价的，分这个辣味儿还有原味儿。这个原味儿牛肉干非常好吃，越嚼越香啊，它这个还不那么特别硬，哎，你吃着口感挺好。然后咱们这一袋一般都是138左右啊，按斤买，一共5包，完事儿，说好了，这晃晃荡荡就到对清了啊。咱这个鹅肝肠啊，都是大块的鹅肝，然后和鹅肉组成的。咱这个鹅肝肠是28.8块一斤，这个非常不错啊。大鹅是38.8块一斤啊，这一个能达到156，小的也得达到140左右啊。这啥东西啊，得吃正宗的地方，就是说吃大鹅呀，对清家绝对可以说咱哈尔滨数一数二啊。这大鹅就是说术业有专攻，他家就专做这些东西的，口感确实不一样，好吃。现在孙二娘正在切这个大鹅，这姐我一说孙二娘都笑了。这个你就看他这个刀啊，就太狠了，水浒传里的这个刀，现在给整到咱们这个21世纪上了。这大鹅很好啊，这切完之后你看冒油花，特别好吃，你离近了一闻特别特别香。今天3个半只，今天还没有整只的，半只都得将近90块钱。秋林公司，咱们来买这个果仁列巴，果仁列巴给我来一个核桃的呗，对，核桃的那个32啊，这个核桃的。咱们这个还分红枣的，咱们现在又到秋林李道斯了，给大家看一看他家的红肠啊。他家的红肠是39.8块，然后儿童肠是40.08块，这个小肚是30.08块，肝肠是79块钱啊。然后他家现在这个秋林又出了月饼了，看一看这个礼盒，他正常在网上卖是128啊，在这个咱市面上128，看一看这个是秋林的啊，2个五仁，2个白果，就是一共就是这个啊，咱们这个套盒就是这个，给大家看一眼，他这个一盒8块，然后是80块钱啊，80。咱哈尔滨百年企业老顶峰，他家呀1911年创建的啊，在咱哈尔滨是非常有名气的这个做糕点的企业。给大家看一看他家的月饼啊，这个25块一斤，这个是穿酥的50块钱，这是五仁的，这是45。咱现在还有青红丝的、白果的、枣泥的，它还有一个是全家福啊，全家福就是一样一块，应该是。看一看咱老顶峰的光头，这个都是新打袋的啊，都是新生产的，特意给咱们这个生产的。现在啊，你看看老顶峰全卖月饼了，
咱们这个光头啊，还有这个枣花酥、牛舌饼都已经停产了。然后呢，咱们这个药量不大嘛，特意给咱们生产的。这个是特意给咱生产的啊，要不现在都停产了。咱这个光头是发面的，特别好吃，它这个吃的感觉啊，就香，比这个咱们这个凯奇北三凯奇他家那个好吃多了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咱们今天要40斤啊，他们装的特别快啊，一箱就装了6袋。咱这个每一箱都6-7斤。哈尔滨今天下雨了，也没有阻挡住市民纷纷出来的这么一个欲望。看看中央大街下雨依然是这么多人啊，人更多的地方就是华梅面包啊，华梅西餐厅，你看排队的这人更多呀啊，咋整啊，都在排队，我也得加入他们的队伍了。中央大街最美的画面啊，打着雨伞还是排着队买华梅的大列吧。这是价格单，看看新出炉的这个大列吧，华梅面包，这都是咱华梅面包，靠墙那个是槽子面包啊，咱们这个是小面包，小面包特别好吃啊，小面包。然后这个前面货架子这马上卖没了，这个就是大列子，比这个脸盆还大啊、哦！看看这个筐里的都是，里面有这个大果脯面包、小果脯面包。然后咱这个是塞克啊，塞克有点像橄榄球一样啊，但是这个特别好吃，都是这几个都是无糖的，小面包和大面包是有糖的。妈，谢谢！今天就我自己，实在拿不动了，拿扛扛，外头还下雨啊！今天这个给大家看一眼大列子。小推车啊，就是说它这个面积有限，你得上摞，一上摞就会把这个大脸巴啥的压得变形了，所以说没办法，不能用这个小推车，因为要是小推车的话你得上摞，不上摞的话它一趟一趟的更麻烦。这个都是大脸巴槽子面包，看一看槽子面包大脸巴都是啊，我先拿一趟，还有2趟没拿完呢，太多了，小面包沙一克啥的。香烟到了啊，给大家看一眼啊，咱们哈尔滨香烟呢现在是66一条，然后老巴夺呢是还是95一条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老巴夺，然后这是哈尔滨香烟啊，66一条，然后老巴夺是95一条。给大家看一看咱哈尔滨地产酒啊，这个玉泉酒，这个是260啊，这是玉泉酒15年，这是年份酒啊，给大家看一眼，这个是包装特别好，咱们啊就是说过节了喝一下子，咱们地产酒还是比较有面子的，15年玉泉酒260，玉泉和谐清雅天河，这个是多少钱？328，给大家看一眼。终于回来了，给大家看一看，这是战果啊，这些东西、太多了，这家伙累懵了吧？终于整完了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小果脯，白色6个，然后大果脯、小果脯、秋林的大脸巴一个，红肠200多，然后槽子面包，还有一个这个牛肉干啊，很有甜，你看多甜！现在我已经让这个面包、红肠给包裹了，这个分装是最麻烦的，这大脸巴下去一半了，这一天我没吃饭，一直在忙，实在是受不了，饿迷糊了。这面是装好的，太多了，我这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吃点面。